搞掂啦，乜萧龙啊？你睇下你公仔咧，好似一个人嘅啫。系啦，喂，似你啦，你睇下，又会似得咁交关嘅咧？喂，你话佢系咪你祖先啊？唔系事实嘅嘢，我唔会回应。你又真系唔慌唔冒，惊冒险又到终点啊？咩啊？学人哋玩结婚。你唔中意結婚，你中意做你鑽石王老五，你嘅事，我不知用咗幾多心機時間啊，先氹到阿珍肯嫁俾我啫。唔知點諗嘅。點啊，仇仔強，咁大個森林大珍喺度，有得睇冇得食，好嘥啫。喂，如果真係食唔落就唔好嘥啦。係啊，少龍，佢就話唔敢食啫。不如你上啊，你又唔同啊。翻緊工㗎，喺度玩。做咩啊？怕魚啊？喂，我以為你就係驚結婚嘅啫，做咩而家對自己嘅樣都冇信心啊？喂，開火開火！小龙剥佢棚牙，等佢请翻餐都好啊。系啊，咁你想点剥？点剥都得。喂，不过咁啊，人由我拣啊吓，就佢一笨。你哋啊，仲挂住玩，快啲睇熟啲资料佢啦。切，呢个咪小龙女朋友嚟噶？系啊，口啊牙，仲闹咗成个礼拜交添。驚嘅投降輸一半啦！嗨，做乜跟住我啫？我冇跟住你啊！做咩？公仔好靓啊！我咧就嚟做嘢嘅，唔系嚟撩女仔嘅。我冇撩女仔啊！我净系想同你倾下偈。我知你喺三楼咧有间 coffee shop 啲扒唔错嘅，一阵完咗呢度之后，我同你锯扒。我冇你咁得闲啊！冇我咁得闲。哇！呢个展览会一开就开八日噶咯，咁咪成个礼拜约唔到你。唔该，你借一借。你又想點啊？我冇咩想點，我計過噶啦。呢個展覽會開八日，啱啱好開到下個禮拜日。我特登走去買咗兩張海洋公園入場券俾你。你估唔記得下個禮拜日係我哋相識幾五日咩？我哋海洋公園識噶嘛？我想俾個驚喜你啫。你少少到咗。又發射咗個人造衛星上太空啊！咁即係表示係咪你會發展埋呢個太空科技啊？李生，你集團上個月發行嘅新網股咧上市跌破招股價，你點向啲小股民交代啊？關於呢個問題，呢位先生唔好意思啊，李生，我哋可以開始嘅。李生，等大位先啊，李生，你今次贊助呢個秦勇展覽會啊，咁係咪即係話你有意想向呢個考古界發展啊？我不嬲對考古都好有興趣㗎。李先生，聽講你有意收購成個秦始皇嘅陵墓喎，唔知係咪真嘅咧？秦始皇陵係屬於國家嘅，我點可以買起佢咧？李先生，你未答問題喎。你嘅新望股一上市跌破底價，點向啲小股民交代啊？關於呢個問題，恕我無可奉告啊。事慢慢讲啊，千祈唔好伤及无辜啊！你识无辜嘅咩？我嘅无辜啦，咁你伤及我？你会唔会搞错咗啊？我根本都唔识你嘅。你唔识我？我买咗只衰网股啊，而家周身债啊！凡系股票都梗系有起有跌噶啦。关你咩事，白头佬？你咪想死啊？你讲得啱啊！搞女鸡蒙马血嗰个系李生一个，唔关其他人嘅事，放佢哋走先。你试啊！你试啊！关你事啊！
其他人先啦。收聲啊！我唔掰你，不過掰你。但嗰個白衫女仔唔走得，佢冇禮貌，佢阻住問你生嘢。你過嚟，你自封一個月，抌低支槍，跟埋佢哋慢慢走。小龙，啱收到料，呢条友叫麦伟健，以前系屋企伙计，因为炒窿股票争落大耳东周身债，所以被革职，而家仲失埋添。你同其他伤者先走先。点会咁噶，李生？你咁有钱，有半个香港系你噶啦，你搞网股都会跌嘅，我买重喺你身上边噶，而家我唔见好多钱，你知唔知啊？你走啦，伙计！我揽住一齐死噶啦！你都系做 O 记，你知道我的职责系唔可以走。我系真系好多钱啊！股票梗系有升有跌噶啦。如果你今次真系死咗嘅话，只股票升个叭叭声嘅，咁你咪死得好唔抵。只股票几个月都冇升过啊！你少少搞港股啊，系咁跌啊，跌到渣都冇啊！而家我冇办法噶啦。咁你都识得讲啦，只股票佢搞噶嘛。你叫佢升翻只股票咪得咯，使乜搞咁多嘢啫？得嘅咩？得，系咪得噶？系咪得噶？得，咁你快啲叫股票升翻，快啲啦！小龙咁样得唔得噶？我听日仲要退休添噶，好快仲要结婚添啊！而家电话接通咗，帝环投资中心有咩帮到你？九四一三啊！而家教咗几多啊？几多啊？38.8。你好衰噶，即系话升就升，话跌就跌，都系你好嘢，有办法啦。你股价都升翻，可以放人啦。李生啊，可唔可以升多几蚊啊？升多幾蚊啦，好嘛？得。喂，升多幾蚊啊？唔該。唔該曬，唔該曬。放人，放人。條鎖匙喺個袋度啊，攞啊。你個袋？哎呀，褲袋度啊。係啊。攞，你咪攞咯。啊，唔好意思啊。星期六晏晝邊有股市噶？得跑馬啫嘛。你一個月夠呃我？好。一齊死啊！你班湖南仔收我咁多钱买个流嘢俾我，
會幫襯你嘅。唔該曬先。唔該。點解你唔走啊？會死噶。你估我走咗，仲有邊個會救你啦？六哥，我好想揾你。唔該，休息一陣先。不如我哋結婚啦。嚇？我都係講下笑啫，唔阻你做嘢啦。喂，咁下個禮拜仲去唔去海洋公園啊？你記得就算啦。今晚打俾你啦。我真係會唔會唔記得咧？我还有，我还在手要马赛卡。嗰個真係多花筍，咁又話香芋味，唔知自己會唔會出埋榴蓮味添？七年啦，咩都變啦。唔係啊，七年嚟你個樣都係咁靚啦，冇變過。咁又係。你對將來有咩打算？打咩算咧？咁佢上次會剪咗單嘢咁樣。咁好好地噶，呢個王 Sir 臨退休前一日都要整蠱我嘅，將個鑊射曬落我身上，仲要整到我 report 花毀曬。啊，不過好彩佢而家退咗休，咁我以後都唔使咁煩。會展之後，我會向公司請一個月大假。好啊。展覽會嗰件事之後，你都應該放下假嘅，唔係個人好緊張。唔單止咁，我仲揾 Jenny 間旅行社 book 咗機票，訂埋酒店，仲揾咗 Father Nelson 幫我 book 咗間教堂，爭在未同你講啫。哎喂，啲咁嚴重嘅問題，下次同我商量咗先啦。你霎時間我真係請唔到假噶。我諗冇乜需要啊 ，Peter 唔會介意嘅。邊個 Peter？究竟是你失敗啊，定還是我失敗？我就嚟同 Peter Wong 結婚啊！你連邊個 Peter 你都唔知道。咩話？結婚？阿青，阿青，识惊无神话俾我听，你同嗰个 Peter 结婚，我连嗰个 Peter 系边个我都唔知啊！你明唔明啫？我一直咁等，等咗咁多年，我唔可以漫无目的咁等落去噶。我知，咁做错嘢都会俾个机会我噶。我冇俾机会你，每次我同你讲结婚。
你都要揾个理由嚟拖延，又或者索性讲去第二度。起初我以为你有苦衷，但系渐渐我发觉你根本冇打算同我结婚。我唔系冇谂过同你结婚啊，咁当系我唔啱啦，好唔好啊？当日咧，你为咗我，连命都唔要咁救我，我真系好开心啊！但系点解你唔可以为咗我同我喺埋一齐啫？我几时又唔同你喺埋一齐啫？咁讲真啦，我哋而家都冇咩唔好啫。你系男人，身边可以有好多唔同嘅女人出现。我身边几时有女人出现过啊？你根本就唔明，问题都唔系呢一度。你根本就冇谂过同我结婚。你要结婚啊嘛，我同你结婚，咁你满意未啊？洪生，你好似唔系呢度嘅住客，又似得咁交关。我卡片，咁都叫卡片啊？乌有博士，我系代表 Mr. Lee 嚟揾你嘅。Mr. Lee， 系啊。李小超啊，李生咧好欣赏你嘅身手，所以请。冇兴趣做李生嘅石桥。啊，洪生，啊，洪生，我今日心情冇，系咁。我而家唔得闲听你嘅电话，请你留低口信。咦，阿青，你几时游咗出嚟啊？你有冇搞错啊？识个电话唔听人讲电话嘅？你听我讲两句嘢都好啊！你唔出声咪开咗啊？嗱，你唔好点我啊！我而家唔得闲听你嘅电话。啊！你真系点我？佢就系 Peter Wong。哇！咁肥，要去参加嗰啲咩纤腰计划啦？成條香蕉咁，同我爭好遠喎！喂，你記唔記得我上次同你講嗰個 Peter Wong 啊？佢啊，今日啊，叫人送咗扎花嚟我 office。係啊，喂，過嚟過嚟過嚟。點啊？幫我倒杯檸茶佢。呢個水晶海豚你買啊？唔係，咪嗰 Peter Wong 咯，都叫人冇收埋啲咁嘅錢噶啦。又係 Peter Wong 啊？你唔呷醋嘅咩？哦，咪得咪啫。唔該。你看啊！
左邊兩個，左邊兩個，左邊兩個。喂，做咩啫？未得未得，嚟得，準備啊！一、二、三，快睇快睇，中唔中意啊？中唔中意啊？好老土。老土咩？係啊，好老土啊。我咁即係唔中意啦，咁算。喂，唔好啊！我中意啊。你中意咩先得㗎？嗰個粒。我中意，即係唔中意我啦，咁算啦。唔係啊，中意噶。中意啊！中意啲咩啊？中意嗰度。哦，中意嗰度啊？咁你自己行下啦。真係犀利！我參加七年都未變過，唱歌嘅仲喺度唱緊卡門，真係長情。計我話咧，有啲嘢咧，始終係唔變好過變。係，咩都冇變，就當係我變咯。我已經再唔係嗰個無知少女啦，我要嘅唔係呢啲嘢啊！你再搞咁多花样都冇用噶，你明唔明啫？我唔明，咁你想点啫？唔系我想点啊，系你想点啊？我咪好似想以前咁样咯，咩都唔好变咯。冇用噶，唔通又要我等到你七年，跟住又好失望，然后再分多次手啊？我最清楚你份人噶啦，你唔会变噶。我谂呢条链唔系好啱我戴，俾翻你。我真系唔明，好似我哋而家咁样唔好咩？你到而家都唔明啊！你可以好满足现状，开心心咁做你钻石王老五，但系我唔可以啊！我想以一个好似 Peter 咁，可以同我同步，可以俾到我安全感嘅丈夫啊！我已经决定咗，下个星期日喺圣约翰教堂结婚。如果你仲当我朋友嘅话，我欢迎你观礼。走先啦！喂，彭生，彭生，你误会啦，我唔系想请你做 secure 啊！我唔理你揾我做咩，总之我而家心情唔好。想点啊？如果洪先生肯跟我去一个地方，我相信你会改变你嘅睇法都唔定。我做咩事要跟你去？唔通你对于我一再咁嚟揾你，真系一啲好奇心都冇？想点啊？冇嘢。你唔使咁捏啊！唔使。
生。得，客户。何生，終於等到你出現啦！我哋開始啊！你知唔知我大學嘅時候主修咩噶？係太空物理學啊！我最大嘅心愿就系研究利用太空嘅能源嚟穿梭时空啊！就系呢嚿嘢啊！冇错，佢就系我心血嘅结晶啦！我以为你哋公司净系发行科技股嘅啫，不，原来都有投资拍科技片嘅。喺一个星期前，我哋通过时空穿梭机成功将只马骝送翻去古代，又成功将佢接翻翻。求其拎只马骝出嚟就话穿越时空啊！咁佢有冇见到佢阿爷孙悟空咁啊？又或者你问下佢究竟有冇翻到古代？所以我希望揾一个自愿嘅人士，再一次进行呢个时空穿梭实验。啊！我真系好想问下你哋，究竟我咩本事？你个个唔揾，一定要揾我咧？其实你哋咁有钱，求其抌啲钱出嚟，我谂大把人排队等住做噶啦。我能够成为超级富豪嘅原因，系因为我对投资非常谨慎。项少龙在1975年8月25日出世，父母在你2岁的时候不幸被劫过身。小学2年班的你作了这篇文，说你的志愿是成为科学家，希望回到过去救回你的父母。早期测验显示你对科学数学有高素质，而运动神经条件反射亦非常发达。在1994年你拿到奖学金晋身大学，主修的是物理科学。由于你父母的经历对你影响很大，所以在23岁那年，你决定放弃升学，投身警界。由于你表现出众，所以以破格1年的年资，被挑选为警队精英驻科。项少龙，你是我最佳人选嚟噶。真系越睇越似。你唔覺得秦勇好似你？好出奇咩？佢都似你兩個個樣噶啦。最出奇嘅就喺發掘呢個秦勇嘅地方，同時發現咗一個超越現今科學嘅高科技產品。當年政府已經進行秘密研究，但好可惜，我哋攞唔到啲研究資料。一個高科技產品出現喺2000年前嘅世界，會唔會意味住已經有人成功穿梭時空呢？科学理念就是大胆假设，小心求证。其实钱对于我来讲，只不过是一堆数字。我很难先找到生命中另一个理想，很需要你帮我引证。对不住，我没兴趣。他会有兴趣。我睇得出。写咩啊？咩嚟嘅啫 ？I love you。月亮交
都係。我真係好想同你埋一齊。讓我再想起你的模樣，你對我說的每一句話，几分钟啦。请等埋我，布拉格。喂 ，Jenny， 你有冇搞错啊？我点会搞错啊？系我亲自同佢出机票 book 酒店噶嘛。阿青仲话 Father Nelson 应承咗佢会喺布拉格嗰间圣约翰教堂同佢主持婚礼添。不过冇同你讲吗？讲明先啊！第时咧，如果我哋结婚咧，我一定要去布拉格嗰间圣约翰大教堂行礼噶。点解要去布拉格嘅圣约翰大教堂？因为我喺嗰度受洗咯。走阿青，阿青，我同你结婚，其实我恨咗好耐同你结婚嘅，冇走阿青，冇。啊，你咪黐线噶？你估有钱佬真系大晒咩？你信唔信我真系差处你话你侵犯我私隐权啊？你有咩需要啊？我咩都唔需要，我净系我需要女朋友，得唔得啊？得，只要你肯帮我嘅话。你有冇谂过，如果真系可以穿梭时空，你可以翻翻去你女朋友未离开你之前，谂办法补救？你系咪黐线噶？你会唔会系黐线？唔会系，我系认真嘅。我哋系以战国时代秦国作为今次穿梭时空实验嘅目的地。为咗帮助你完成任务，由今日开始，你要接受一连串嘅答。
呢一个信号发射器已经开咗。喺秦王嬴政登基嗰年，亦即系公元前247年里边任何嘅一日，只要你喺咸阳城方圆100里嘅范围之内，我哋都可以计算到你正确位置，只俾翻嚟2001年今日呢个空间。我嘢咁细个，你话如果一阵真系坏咗，又或者冇电嘅，咁咪死梗。你放心，呢个系最新嘅科技产品嚟，电力可以足以维持2年。数码相机俾你用，闪光弹、手枪，里边仲有两粒药俾你应急。我想强调讲多一次，你今次嘅任务只系翻去见证秦王嬴政登基嘅历史时刻，同我哋影一辑历史性嘅图片。期间系绝对唔可以轻举妄动，因为你喺古代每做一件事，都好有可能。咁会点啊？你同我存在喺呢个空间嘅因素就系历史。若历史改变咗，你话会点？即系话喺呢个空间，所有嘅嘢都会消失。不，你放心，今次你翻去只系半个钟头左右嘅啫。如果你依计划行事，唔应该有事。呢个生死状你可以睇下。如果冇问题嘅，你签咗佢。做卫星将会喺30秒进入轨道。各单位准备，时空穿梭正式倒数。阿青，你翻咗嚟？你究竟何许人？为何忽然在此出现？Thank you.
睡，春秋都只等天地号令，天明，谁能扭转运程？谁无谁，乱局亦一样人定，谁在篡改剧情？别高兴，别以为叫始祖，万岁千岁都会依你而原来亦做，下一世别理谁叫高兴。